一樣。嗱，話俾大家聽啊，首推價嚟嘅今晚，因為新嘅味道 ，OK， 望一望個包裝，咁嘅樣嘅。之前咧，如果風味傑自己出的話咧，就一行行橙色嘅，冇隻鞋喺度嘅 ，OK， 呢個盒都用咗啲心思去設計。咁呢度有個燙金嘅 logo 咧，就純天然蜂蜜，100% 嘅純天然蜂蜜。咁第三個 logo 呢個 logo 咧就女孩角啦。咁第四個 logo 咧就風味傑嘅 ，OK， crossover 一撈二撈三撈四撈四個撈喺曬度。咁當然啦，我會揀翻我自己中意嘅一個面色或者 Tiffany 色咁嘅主題色啦。咁好啦，打開個盒之後，一樣呢一批嘅味道只有750支。我女孩角佔400支，風味傑嗰邊佔350支，咁就係呢批貨噶啦，冇噶啦，因為呢一批貨係呢個味道。下年如果再要翻呢只味道，嗰批蜂蜜咧又會唔同咗。原因係咩啊？我先講一講呢一個先。呢一個味道叫百花蜂蜜，知唔知咩叫百花蜂蜜啊？唔係百朵花喎，唔係百朵花喎，係100朵花嘅蜂蜜喎。咁啊，點樣去做呢個蜂蜜出嚟，或者點樣去培植呢個蜂蜜出嚟嘅咧？就係養殖一批蜜蜂，咁然後咧就將佢帶去咧屏東，係啊，屏東區萬聯啊，個聯字上面一個聯字，下面個山字咧，去到嗰個百花園嗰度，咁然後咧將嗰啲養殖蜂咧就放喺嗰度 ，OK， 跟住之後咧佢就每日咧就喺個花嗰、那個百花園嗰度咧就去採每一隻花嘅蜂花蜜。然後帶翻去個養殖蜂度，得唔得？嗱，之前玉荷包嗰個就好簡單啦，將批養殖蜂帶去玉荷包樹嗰度 ，OK， 放佢哋不停咁採啲玉荷包花嗰啲花蜜翻嚟。咁呢個咧就係將批蜂擺去百花園嗰度採咗超過100款花嘅味道翻嚟。好啦，哥哥，咁我依家講咗嘅係百花蜂蜜，請問聲，你哋成班同事飲咗幾支？你哋個感覺如何呢？係咩味道？咩 texture？ 咩 taste 呢？好清新啊！好清新啊 ！OK， 佢唔係好甜，係啦，溝完出嚟唔係好甜，但係咧就嗰味道好清新，真係好有清新。OK， 咁好啦，咁我呢個 show 喺度俾大家睇啦。咁然後另一盒咧，我就呢一個啦，開出嚟俾大家睇，開出嚟俾大家睇。咁照舊啦，開完之後啦，會有一個咁樣嘅包裝紙啦，呢、這、一個。有個咁嘅圖形，我哋叫八角形。八角形咧就類似一個六角形啊，六一二三四五六六角形 ，sorry， 六角形 ，OK， 就類似一個蜜糖嗰個蜂巢位啊 ，OK， 跟住之後倒出嚟，咁個包裝都好好啦，個包裝會有 bubble 紙啦，咁呢一支我要開咗佢啦，我嗰個唔開，因為呢啲都全部貨嚟噶啦，已經貨嚟噶啦，咁開咗佢啦，開咗 bubble 紙之後咧，會有一個咁樣嘅。包裝紙，大家望清楚。呢一度咧，百花蜂蜜，屏東萬聯就係、是、呢個萬聯啊，唔係嗰隊足球隊喎，唔係足球隊喎。咁然後咧 ，Love Vintage 咧呢度印咗。重點喺呢度啊，每一件產品每一支蜂蜜咧係會有唔同嘅編號。咁呢一支咧就591號 ，OK， 成批貨總共就係得750號嘅啫。每一個品牌去同嗰個，呢個一年嘅數喎，一年落去喎，每一個品牌去同佢傾，佢只能夠提供每一個品牌750支 ，OK， 百花蜂蜜。咁啊，有人話點飲法咧？咁我搣開佢，即刻飲，因為我要潤喉啊，而家潤喉。咁基本上咧，蜂蜜有一個促進腸道嘅蠕動啦，滋潤喉嚨，清熱潤肺 ，OK， 提高睡眠質素嘅。有啲人飲咗蜂蜜之後會好瞓啲嘅。咁跟住之後改善皮膚乾燥。增加食物及飲品的天然味道，即是話，如果我呢罐齋啡，我呢罐齋啡嚟噶嘛，咁然後加咗呢個蜂蜜落去咧，就唔會好似食嗰啲我哋叫做代糖啊，或者係真正白糖啊，或者係咖啡糖咁化學啦，就天然嘅蜂蜜溝落去咧，就會令到佢會有另一種味道嘅咖啡出嚟，好唔好嘅？咁當你扭開咗呢個蓋啊，扭開咗呢個蓋之後咧，咁每一樽咧。佢都係會有一個我哋叫做呢啲叫咩啊？防漏貼咁樣吸住嘅。咁當然啦，而家我就搣咗佢啦，即係呢個。明唔明啊？呢我唔識點形容呢塊嘢啦。咁攞開佢啦。咁然後咧，你就可以扭翻佢啦。咁你可以沖水飲，或者溝落去平時你要加糖嘅飲品度，又或者原啖飲。咁我試一啖原啖飲先。
因為呢度可以揭開佢咧，有個樽口位嘅 ，OK， 你可以就咁飲嘅，都好結身流 ，OK， 嗱倒出嚟個 texture 就係咁嘅，喺咪度？睇到啊嘛？記得你溝水的話咧，溝水啊，40度以下嘅水，如果唔係咧，你會將嗰啲蜂蜜咧完全 kill 曬啲作用嘅。咁我就溝就咁溝啲咩落去得啦？我溝嗰啲叫做蒸餾水或者係礦泉水。咁好啦，睇唔睇到蜂蜜喺下底呢、這個淨水喺上邊？咁你咪搞佢咯。不過我呢個可以搖佢，咁咧你可以就咁飲亦都。又咁飲咩？哇，好香，好多種花味。咁所以咧，潤喉嘅含，如果含原原啖飲的話咧，含喺個喉嚨度先，含一含，慢慢少少少少咁吞落去。之後你自己去飲翻水又得，乜都得。咁呢個嚟溝水飲 ，OK。大致上咧，我搖的話就冇咗呢啲普味啦，變咗呢個色 ，OK， 變咗呢個色。記得用一啲我哋叫做陶瓷嘅羹啦，或者木羹啦。去不蜜糖，因為蜜糖咧，無論你 Google 又好邊度都好啦，千祈唔可以用金屬製嘅產品去不佢嘅。如果唔係的話，會令到個蜜糖變質嘅。呢個明啦嘛。咁我就比較中意咧兩種飲法，一溝齋啡 ，OK， 會出到另一隻味出嚟嘅 ，OK。第二原店飲，因為咧溝水的話咧，我覺得淡得滯啊。我花即每人唔同啦，糖糖同埋哥哥咧就中意溝水，我就中意溝落去啲要加糖嘅飲品，或者原啖含落去，含喺度。咁好啦，我喺生活百貨度介紹過另一隻咧嘅蜜糖咧，嗰只咧就係叫做我哋叫做藥麥樂卡嘅蜜糖咧，佢係藥用價值高嘅，佢會講到明你幾多歲幾多歲嗰啲咧唔好飲嘅，得唔得？嗰啲係藥用價值高嘅蜜糖，即係可能幫你預防感冒啊，又或者初起感冒啊嘅情況嘅。呢個咧呢一種咧就 daily 飲嘅 ，daily 可以飲嘅，任何年齡都飲得，好唔 OK？ 得啦嘛，明啦嘛。好啦，咁然後咧，我想同大家講啦，咁呢個蜜糖啦，我哋用咗400支啦，咁今晚會有個首推價，講俾大家聽，定價428蚊。嗱，到期日係2023年7月30日，好啦，跟住之後2023年7月30日全台灣製造，全台灣製造100%嘅蜂蜜，存放嘅時候放喺邊度啊？放喺陰涼嘅地方就得啦，唔使擺雪櫃，開咗都係 ，O 唔 OK？ 開咗都係唔使擺雪櫃嘅，擺陰涼嘅地方就 OK。好啦，定價428蚊，428蚊，今晚我哋個會員價係首推298蚊，298蚊，有一間咁大間嘅蜜糖，好大間嘅。如果比起我平時嗰啲，好啦，咁有啲朋友咧會擔心啦，喂，你啲蜜糖有冇認證嘅？放心，鞋佬做嘅嘢，再加埋風味傑做嘅嘢，所有認證有齊嘅。咁所有認證嘅 report，OK，、okay? 全部都會放曬喺網店度噶啦。網店你可以揾到呢啲認證嘅 report 嘅，好唔 OK？ 所有 SGS 認證嘅 report 會喺曬上邊嘅 ，OK？ 好啦，呢、這個攞開佢。抵嘅，如果你話嗱，你以性價比高啦，如果你出面買一樽嘅蜜糖咧，我哋叫做幾多？400ml，OK， 400ml嘅蜜糖得唔得？400ml。如果出邊咧，以我去睇咧，平時可能喺啲 promoter 啊，或者一啲 pop store 度去睇蜜糖咧，通常都係一半咁上下啱啦。咁其實都已經係賣緊300幾400蚊嘅。一半咁上下嘅，咁但系呢一個有咁大支裝的話咧，400ml的話咧係好抵飲嘅，得唔得 ？OK 啦嘛，我呢邊得400支，咁然後風味傑嗰邊就會350支，咁佢就會喺翻佢自己嘅網店啦、平台度上架去賣嘅。樽是什麼物料？玻璃，樽係玻璃，個樽蓋係膠，個樽身係玻璃。OK， 咁但係咧呢只白花咧。你落到去你聞嘅時候咧，就會有好多種嘅花味喺呢個鼻腔度噶啦。咁你食落去嘅時候咧，你嗒佢的話咧，你可能你會即係某啲人會嗒到玫瑰，有啲人會嗒到百合，有啲人會嗒到唔知咩咩咩。總之你會好多種花味喺嗰個蜜糖疊加上去嗰個感覺。我女鞋閣攞到嘅版樣咧，上面嘅同事咧係幫我分曬嗰幾支，大家每人係咁好似沖水飲咁嘅。